主料：核桃仁100克，辅料：黄油8克，蜂蜜一大勺，白糖一大勺，芝麻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核桃仁放入盘中，微波炉中火1分钟，取出拌一下，放入黄油8克，蜂蜜一大勺，白糖一大勺，中火1分钟，取出拌好，再中火1分钟，加入黑芝麻拌好，中火1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核桃的功效我想我不用多说了吧，喜欢吃的朋友们赶快学着做一做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